下一个节目呢是排舞巴比伦河，这个节目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节目呢是我们那个华大美妈舞蹈团他们特意编排了，他们有很多人呢是第一次跳舞，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，所以大家呢能够看到这个是很荣幸的，谢谢。Yeah.